这个是长鱼，我不是长鱼，我就不要你拍。第三条鱼了。哦，这个不小肯定，这个肯定不小。哦，这个鱼大，哦，好大好大。 哦，天哪，这边简直就是鱼堆，这边简直就是鱼堆。我操，这个可以，哇，这个尺寸肯定够了。你看一看。 很香啊，嗯，那多吃点。哦，什么？ 这个不小啊，这是母的，应该是母的。一看这个甲钳子这么小，就是母的。这是只母蟹，很大。嗯，但是只母蟹。有啊，刚才我们不就逮着一只了吗？只不过是只母的。母的底蟹。嗯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，那是公的。 有一只公的，有一只母的。哇，这个公的太狂了！天哪，哇，这个公的不得了，这个公的不得了，哇，这个公的不得了，这肯定够尺寸了，哇！天哪，你把恐龙放进来，哎呦！今天还在。天哪，我勒个去，这个是尺寸是肯定够的，对不对？ 爸爸，我说泥蟹。嗯，是的，是的。好，第一只。看，第二只。好，尺寸够了，没问题。这是我们今天逮的大泥蟹，是公的，尺寸超了很多，太大了，这个泥蟹特别壮。看看这个尺寸，感受一下。 它的这个重量，我一个手拿着，非常的吃力。这个倒结实哦。爷爷，泥蟹特别凶，泥蟹很凶的。 泥蟹胸，泥蟹胸，那个脚踩到嘛，那一个字就踩到脚趾了就。正好够，正好够。看。
好，过出来一毫米大概，还多出来一点，多出来一个毫米。有没有？有是不成啊，这个应该是母的，我看看。对，这个是母的，又一只，但这只是母的，我们就把它放了。好，就是抖，抖抖抖抖抖就行了。蓝蟹，两只蓝蟹，三只蓝蟹，三只蓝蟹啊！这个咱们就一只一只的看看够不够尺寸，是不是公母？好嘞。好，我们量一下尺寸。量一下尺寸。哦，这个正好够，又正好够，这个尺寸正好，正好合规，一只。啊，今天的第二只沙蟹，我们看看尺寸够不够。39斤。啊，对，这种是公的。好，尺寸又是够的，尺寸又是够的。汤，今天是鱼蟹满汤。好，放这又。好，我们再看看这一只尺寸够不够，再看看这一只尺寸够不够。这个也是够的呀，这个完全没问题，这个尺寸。好了，看看这个笼子里有没有。哟，哎呦，还有个泥蟹，这个也是公的。爸爸，哇塞！爸爸，怎么还有个泥蟹呢？对，这边有泥蟹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应该是可能够尺寸，因为是个公的，是个公的，够尺寸应该。嗯，这个尺寸不够，虽然很大，但尺寸不够，我们就把它放了。爸爸，你要慢点开船，爸爸。好嘞。太棒了，看看有没有布布，看看有没有，有没有啊？哎呦，有一只沙蟹。哦，这个是个母的，应该是个母的。这是个母的啊，我们就把它直接放了吧，这是个母的。啊，你慢慢捞吧，布布。啊，你们一起慢慢的，不着急。咱们看看布布的螃蟹笼子里面有什么，有没有？咱们看看布布的螃蟹笼子里面有没有东西啊？哦，没有。什么鱼啊？比目鱼啊，我看看。哦，布布钓了个比目鱼，啊，太棒了啊！